是我太太她很不怕我。我看到我的太太情绪上也是非常的强势哈。你小心你再讲，等一下回去她就更强势给你看。帮手部分她是比较有能力的，可是为什么上帝还是要叫男人做主呢？这是一个奥秘。地主来敲门，让你成为爱家的人。您现在所收看的是GoTV好消息卫星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刘三讲股。